袍膏，然后现在准备弄完这个就休息了。那个皮袍膏还在锅里。搞这个爸爸。这个是有一个朋友订了两盒，这个是鸡枞蓉。对，鸡枞蓉，然后羊肚菌。这个是羊肚菌，这个羊肚菌就摆的比较漂亮。他说是要送礼的，所以我就用礼盒帮他装的。这面怎么是？他订两盒啊。他是来送礼的，好事成双嘛，送礼都是这样子。刚好这个，今天这个礼品袋到了。嗯，这个我们的礼品袋是这样子的，这个没有多少的，我们只买了几十个盒子。因为这种送礼的话，它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嘛，因为这种它属于比较名贵的东西。跟大家说一下，这个袋子到了没有？到了一半，你要一半没到。一半是这个托盘没到吗？托盘到了，袋子没到。袋子到了一半是怎么样的？这个托盘到了，这个袋子没到。袋子没到。对。就是材料还没齐是吗？明天到吗？明天到，明天很多东西都到了。这个菌汤包的这个，大家这两天下单的话，我们可能就是明后天给大家发货，因为我们这个袋子还没到齐嘛，包材还没到齐，然后我们是阿姨明天要挑选的，要把这些我们原材料都挑选之后才给大家装袋子发货嘛。这个好看哦，这样打包起来很好看的哦。这个很高级啊，这个是我挑的款式，这个我压不下去，你来压。还有个手机袋呢，你来压一下。这个手机袋不对，这手机袋是小的，有大的。这个我压不下去。这个，嗯，你去找这个商标出来。不是商标，是那个扣子。可以啦，这边。你这个压不下去吗？这个是大的，这个是大的。这个是。真的，这个。你没有拿这个礼品袋好看，没有买那个鸡枞蓉的那个吗？鸡枞蓉它没有，那就用名贵礼品吗？对，它只有这个的。那羊肚菌的，羊肚菌里有了。这个绳子呢，拿两个绳子来扣这个。哦，哎，这个扣子呢？那这个到时候装好，给它发货。这个我觉得就不要扣了吧，就装一个珍珠棉。这个不扣、因为你这个压的话它会坏的，拿那个珍珠棉把它套上，然后封箱就可以了。这个袋子就放在箱子里面就可以了。哦，也行。嗯，等一下它会坏的，那个压会坏的。到时候送礼的时候，大家送礼的时候就再把这个袋子装上提去就可以了。可以装上提给大家看一下款式，是吧？嗯。还有一根呗，看看我给你两根。你给一根给我。嗯，掉地下了。嚯、哦，还好没脏，脏了就废了。这个是小的，真的这个也好看啊，这样子。这很高级的，这个盒子挺贵的，因为他说是要送礼，所以给他订了这个盒子。装上一个，看一下。这个送礼真的倍有面子，不知道这位朋友是送给谁哦，不知道这位朋友是送给谁，送给什么重要的人吗？女朋友？不是，丈母娘。丈母娘让你提亲吗？这是丈母公，是不是丈母娘让你提亲吧？我觉得好漂亮，这个盒子我都舍不得，这个盒子我感觉装首饰哦，到时候这个吃完之后，这个盒子拿来装首饰的很好看。这个装首饰好像有，这个得按公斤算的，不能按克算的。是好看啊，不要装，对，就是这样子，叠给他就可以了。这个位置压下去，两根压下去。这个羊肚菌的给这个，这个是这个的。嗯，这个、啊，我去拿两个绳子，明天记得把这个带出去。搞脏哦，这是送礼的哦，送丈母娘的哦。啊，送我丈母娘。
这个熬那么久还不够软呢、啊。这个肯定要熬很长时间的，我之前熬过一次，我熬了一天一夜的。那这个还要再开火呢？嗯。还好用高压锅呢，刚才用那个炉，用那个炉熬到明天早上。还要一边搅一边熬，要么你就用料理机打过。这样子。嗯。先把它熬烂，再用料理机差不多。现在它好像还有一些不够软呢。今天之前你不是说猪那旁边两个铺面下来吗？对呀、啊。我今天我跟我朋友聊了一下，他说大概需要资金蛮多的，因为我们要买设备什么的。多少资金呢？前期大概20吧。用什么东西用那么多？机器贵啊，如果而且他说你机器你买回来你出手的话你收不回来的，我这个钱。因为你几十万的机器你卖了，你起码要打对折。5万块钱的机器你对折，你1-2万的卖出去就不错了。那你觉得呢？不知道啊，我觉得我们根本就忙不过来。有时候想想也确实是，很多朋友都劝我们先把现在的事情做好先，因为我们又是玉米又是鸡又是果子，现在又是干货的，我们有点忙不过来的。我们又没有请人，都是自己弄，是不是？要不我们过完今年再看，你觉得？就是那个设备有这么贵的？那你可以了解一下嘛，那你研究一下，你看一下嘛，你觉得行不行嘛？你想弄也可以弄，是不是？那你觉得呢？要不要？我觉得太多钱的花下去的话，可能到时候压力很大的。如果我们去贷款什么的还不上了，很难的，是吧？要不明年再看，今年先把今年过好先。下半年我们再看吧，是不是？现在我们还手头上还太多活做的。下半年的话应该没那么。如果说你想做的话，你下半年就不能做，你只能明年年后。为什么？因为下半年我们也忙。第二个，你下半年办的话，你办完之后的话就是淡季。淡季年后就是淡季的话，那你就是要熬半年。那也是。那你觉得呢？我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这样子。那你考虑一下嘛。你想一下嘛，你说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好不好？那我先想一下，先看一下先、嗯、这个东西。尊重你的选择，行不行？